大家好，我是小李，现在和我三叔准备去弄点老鼠，因为现在这边稻田已经熟了嘛，穗子已经黄了，然后老鼠就会下山偷这种东西吃。我们现在就是打算拿夹子去放点，山老鼠特别香的。好，我们出发了。老鼠弄了以后就直接把这个稻子就直接损坏了，挺可惜的，所以说我们放点老鼠，把这老鼠放了点，救一下这个稻田，放老鼠。老鼠已经在挖洞了。今天是专门买的那种田鼠夹，小的，没像那个玩那个那么大，很小的。还是老样子，摘几片叶子上来。老鼠从哪里很好来着？从锅边，你教的太久了。嗯，那老鼠能拍。上来看一看，老鼠是应该一牙就得了的。嗯。今天去，明天就来看一道，应该能夹到点，就能夹到几只了。啊，现在去砍点小树枝什么的，放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是铁丝嘛。老鼠的话，让它能够稍微能拖着点，好一点，对不对？三叔，你看，做成一个活动的样子，不要是那种。那我这里，嗯，这个子给我带个切这个的。啊，当然就先把它给固定好了的。就是做成这种活动的，因为老鼠的腿或者什么的呢，就比较，它不是那种实心骨，就是容易断，所以说必须这种东西呢，要那个活动一下，让它能够拖着跑，能够拽着跑，因为有一个东西它也跑不远的。也会在这附近，最多要临时找一下。那瓦地的头了。拿这个拿回去，在这边稍微围一下，让老鼠只能从这条路走，这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的，整体的第一个效果，那老鼠只能从这里走，然后踏上去就抓到了。好，现在去其他地方找，我们再搞点其他的，再把多放几只。老鼠实在太猖狂了，你这下面的谷子都被放倒了很多了。现在我和我三叔继续在找那个他的路，准备把他多搞几只去，不然这田就要不得了。老公这山上的田没多少收成，都被老鼠吃掉了。你看这老鼠把这个穗都直接全部拖走了，要为民除害，多搞他一点。这老鼠是可以吃的，我们第二个打算放在这边了。
这个位，啊，我们就想能看见的，小六，大家看我这个好紧哦。小三新买的，我还早贴心了，一根早贴心。大家看这个地方呀，他什么也看不到。那底下的那灯是什么弄的？这是哪个城市的？出国的，你看这样子的，那里有一个城市啊，好几个，这好几条路的。刚刚在山上转了几圈，就只有发现那一个地方有老鼠的那个踪迹，其他地方发现有老鼠，但我们找不到它那个路径，所以说现在也打算回来了，找了两三个小时。今天放了五个夹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。好，期待明天有更好的收获吧。我是小李，湘西最有趣的高考视频尽在湘西野趣，欢迎大家关注收藏评论转发。